赞美父神，因为这一切都是耶稣的名。
超过全世界，耶稣的名超乎万民，荣耀尊贵都归于你，万心
就是要单单的来敬拜你，仰望你。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，你这份永不离弃的爱比山高，比海深。主啊，我们要用心去爱，让这份爱活出来。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向世界活出爱。你的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是的，父神，我知道爱从神来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，用心爱，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是的，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来。那举起受差遣的手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
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。是的，父神，我们愿被你差遣，回应你的爱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亮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宣告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让大声的宣告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使用我们，差遣我们，让我们用爱来回应父神你的爱。那我们用一颗愿意受差遣的心来回应父神你对我们的爱。是的，主耶稣是这样的爱，填满每一个空虚饥渴的心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世上唯有你的爱比山高比海深，是这份永不离弃的爱完全的拥抱我们，那么的一生都走在父神你的道路上，包容宽恕我们的不完全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。主啊，你看到我们心灵的深处，我们那颗渴慕且慕亲近你的心，我们那颗火热热情的心，愿意敞开我们自己在福音的道路上面，愿意被神你来使用。主啊，你就使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放下自己，我们要完全的顺服，我们要让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经历父神你爱的大能，经历你满满的救恩。是的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每一颗受伤的心得医治，支离破碎的心得安慰，让需要的得着饱足，让疲乏的再一次重新得力。这一次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父神你的爱。是的，主耶稣，谢谢你的爱激励我们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要再次在你的面前再次宣告说，主，我们愿意被神你使用，我们愿意被神你差遣。主，燃起我们心中热情的火，让我们把心中这一份爱向人活出来，更让我们成为祝福人的管道。主啊，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向世界活出爱，让我们向世界见证父神你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拍手赞美耶稣。是的，父神，这是我们坚定的应许，这是我们坚定的宣告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要受神你来差遣，活出爱，向世人活出爱，见证父神你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！赞美耶稣，赞美父神。我们要开口用主祷文来祷告说：我的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亲像在天里。我的日子今日给我，赦免我的过犯，亲像我要赦免过犯我的人，无得带我入地去，就叫我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光临永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搁一届，将荣耀归得主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遐个姊妹，请坐。恁请读经的兄弟。啊，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天咱来三个来享受上帝话。首先，咱用台语汉语本来读。今日经在总共有四个所在，咱一一来读。第一位记载是诗篇63篇第8节：我的心对你迢迢，
你的正手扶持我。第二位经节记载是诗篇六十二篇五节到六节，第五节，我的神啊，你着静静专务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盼望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是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棺材，我袂摇动。第三位经节记载是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。若是我有所责备你的，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疼。第四位经节记载是罗马人书第八章，咱按十五节读到十七节。因为恁毋是受着罗伯的神地教阁惊吓，就是受着设立最惊的神对安尼，咱叫讲阿爸爸啊，圣神。家己甲咱的神三甲干净，咱做上帝的子。既然做子，就做好事，就是做上帝的好事，甲基督同做好事。咱也甲伊同受苦，是要互咱甲伊同荣光。以上，愿上帝为今日咱的帮助。各位兄姐平安，我们现在用华语来攻读今天的圣经节。今天一共出处有四个地方。第一个在诗篇六十三章第八节，请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第二处在诗篇六十二章五到六节，请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第三处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，请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我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第四处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七，请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引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观看教会消息。教会消息主播，我是心如。嗨，我是安吉。我们这礼拜要来关心教会的消息。等一下，我们要看到，是一个征才广告。我们要征钉钢板的工人。钉钢板，我知道是这个。不是，那是钢铁人。钢铁跟钢板不一样。对，那我们的钉钢板呢？我们需要年薪力壮的。那它是日薪制的，如果你想赚钱，每天都拿得到钱吗？你想要学这个技术的话，每天拿得到钱的话，要问现场叔叔。电话几号？0932-702-385。哇，很好记耶，是不是？有空都可以打给他哦。对，因为接下来我们也是要打给他哦。真的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我们要找爱餐的童工。你这一半有没有吃爱餐？我觉得超好吃的。那个面煮的超好吃，很多人在排队，我都排不到，超想吃的。这礼拜听说都煮得很催超，对，但是因为随着教会的人数增多，我们也需要更多需要爱餐的同工，需要你啊，真的需要你，需要爱餐的同工。所以如果你对爱餐有负担的，请你跟现场叔叔联络，电话一样是0932-702-385。我们需要帮忙开接驳车的同工。接驳车。对，我们因为很多人呢开车停在安平国小，然后呢要到教会去，所以呢在这一段路程呢，教会很贴心的帮我们准备了接驳车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来参与这一项的事工。欢迎来参加我们这个事工。对，另外呢，我们也需要交通指挥的同工。如果你有兴趣在交通指挥上面，然后也很能够希望能够参与服事，欢迎你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服事，一样。请洽我们的总务同工现堂弟兄0932-702-385。又是这个电话。现在有个更重要的节日，2月28号，儿
平纪念日，对，也是你生日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，汉景228生日，我跟你说，我帮你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来，我们的，好，我帮你准备了一张票。这个票是什么票呢？这个呢是2月28号呢有一个228的70周年纪念音乐会。然后它的主题是咱的日子，咱的歌，地点在文化中心，时间是晚上7点，啊，这会庆祝韩杰生日。好，那压力做多。那哎呦，票的话呢是免费的，对，请到行政办公室索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的门训要开始了。我们的门训呢在3月18号开始。3月18号呢，我们首先要开始我们的领袖退休会。退休会啊？对，这个退休会呢，会帮助我们呢，成为一个有意向的人。意向啊？对，成为一个有意向的耶稣的门徒，让我们能够更真实的明白耶稣给我们的呼召，进入教会的意向里面。而且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？2020，我们的目标是今年能够带领300个人信耶稣，所以呢，请邀请大家呢一起加入这个意向的河流里面，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Amen。请我们的报名费是100块，但是如果你有我手上这本讲义的话，只要付餐费50就可以了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本讲义，请你不要忘记那天要带来哦。好，接下来呢是3月25号呢，是我们要开始的代祷学校。代祷学校呢是帮助我们更加的知道怎么样能够来为我们的国度祷告，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加入啊！我们的报名费呢也是100元。如果有讲义的话，这一本绿色的讲义，请你也带来；如果有带讲义的话，也是50元。我们的报名方式呢都在我们的微杂志上面哦。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报名，也可以纸本跟穆恩报名，可以在网络上报名。我现在就帮韩景你报名。那就是带两本，那就是100块；报名两本就是100块。你交给我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在FM 89.1南都电台，我们有3个单元。第一个是在每周日早上8到9点的天桥之音单元，在2月19号我们要播出的是第142集，由林宪平牧师主讲的祷告与恩膏。对，接下来呢是第二个节目，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，我们播出的是真情相遇单元。真情相遇。周专访的弟兄呢是林家伟弟兄。林家伟弟兄，我是谁啊？虎角虾角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见证。耶稣使我重新得力。Amen。接下来的节目是晚上11点到12点的古典乐心灵鸡汤第137集。这礼拜要介绍的是第4号交响曲《浪漫降E大调》，是由安东刚，不是钢铁人，是安。布鲁克纳奥的第4号交响曲，浪漫，很符合这礼拜的情人节的主题哦。邀请你们跟你的情人一起来收听。以上是我们这礼拜的消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那个是牧师啊？对，牧师。以上是本周的消息报告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李宪平牧师。兄弟姐妹大家平安，唔忙韩子带予咱一挂快乐，而且足可爱吼。一礼拜，看到几个兄弟姐妹离开咱，当然，咱教会十长老长这个别礼拜，嘛看到王本虎弟兄的，一礼拜离开。咱伫拜六，就是后礼拜拜六，要为着伊做一个个别礼拜。大概有真侪人离开的时候，心内拢有足侪感慨，嘛有真侪忧伤。死亡是人无法度去抵挡的，人无法度去预算的，人嘛无法度予咱的生命来延长一刻久。
所以只有咱信靠上帝。我最近啊，甲万本有弟兄有一寡接触，等伊离开的时阵，我才发现这个兄弟是一个足坚持的兄弟，伊有真大的信心，嘛有真大的坚持。伫三四年前，我去探望伊，带伊信耶稣，送伊一个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伊怎放伫伊个身躯顶压掉咧？了用金链啊，甲伊铐起来。咱拢是用布的，用迄个布线，伊用金链啊，就可见伊实在是真看重这个十字架。伊嘛一直压掉这个十字架伫伊个身躯顶。等我有一间去看伊个时，伊甲讲这个十字架几年来伊拢无离开。伊坚信信靠耶稣。伊甲讲一个足感，互我足感动的话，就是甲讲伊伫几十年来为台湾的民族意识去拍拼，总是伊过来日子是要为着上帝的国度来拍拼。伊感觉伊过去拍拼无够实际，伊真毋忙有一天会当投入甲上帝的国度来为上帝拍拼。无拍算伊离开了。真唔甘，嘛看到这个真有才华的人，本来咱是干那想讲伊是一个名嘴，带动台湾真侪迄款的电视节目都来都简单，干那靠恭维这款的名嘴，台湾有款的节目是为伊开始，我足侪人足爱伊啦吼，我有看到教会这欧巴桑、欧弟上来听到本土，我等那就看到耶稣安尼吼，真侪人足爱呀，然后我去甲伊查，才知讲伊是一个。很出名的作家，那伊写足侪册，我真爱看一个电影叫做《阿爸的情人》，我才知讲迄本册是伊写的，伊写过《厦门新娘》，写过真侪册拢有得过奖，这人写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，不是一般普通的人。我今忙咱伫后礼拜拜六，就是今日拜拜六，下午两点袂通来上伊最后一程。忙第一天，咱有姐姐兄弟姊妹会上来做交通指挥。无论你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，现场拢甲讲牧师，咱拢干那查甫就做交通指挥。我讲你在找查某囡仔，伊讲我袂晓，讲你有看无查某囡仔人，我正甲亏啦吼，定拢变安变歹啊，所以我真忙，咱的姊妹买当做交通指挥，今仔日脚会叮当，手会叮当，目睭看会到的，拢会使做交通指挥。呀，真感谢上帝，那好咱一趟为着本龙兄来举行一个个别的礼拜，唔忙当来参加。最近有足侪人咧问我一个真有意思的问题，你甲讲牧师你所讲的遐神迹奇事，敢拢是真的？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拍开圣经，圣经所写每一句话，我拢真望你会通相信。圣经安怎写，你就安怎信。我是一个理性真重的人。读圣经的时候，有足侪迄理性的批判。总是当我开始做团队了，我有一个足大的改变，就是迄个改变是啥物？我相信圣经所写每一句话，我相信圣经所有神迹拢有可能发生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有一次跟阿雄、跟阿龙啊，还有一个姊妹要去打高尔夫球，要出发的时候，忽然间怎啊乌云密布，就有很大的雨，就后面那个姊妹，我是没三百的，他怎么来我也不记得了，他就说不然回来，我说阿雄就说不行，要来打球，就是无论风雨都要打。忽然间阿雄甲讲牧师，咱要将窗户打开，奉耶稣的命令，乌云密布打开，好太阳照入来，今日拍球是好日子，安尼啦吼。迄龙啊吼，看到后壁一个小姐的足兴奋，你知吼？普通查甫囡仔看到迄条真水的小姐的足兴奋，啊，就真正他们甲拍落来。阿雄的叫我甲讲牧师，你手伸出来，叫我撑出来，因就开始发奉耶稣的命令，乌云密布这种情况都消除，太阳要光照。太阳要光照开始底下喊话，感觉足趣味的。
不停不停发了后，迄微密布怎无去？天怎拍开？多一个烟口啊！太阳伫咧中央照着阮的车，阮一路开到高尔夫球场。落车时，迄查囡仔伫遐开只把皮皮车，拢唔敢叮当，甲讲伊无度拍球。为迄单，因为迄个了，我都唔捌去看到这个啊。你知影我嘛实在是捌努力我。要拍拼吼，啊，家己去抗疫的所在，底下基督讲上帝吼，太阳停起来，像耶稣啊呢，唔捌停起来啦吼，啊，即款大这么大的全能我无，啊，总是我捌看到做些新嘢，啊，我们知影讲，一个人有法度新加产生，唔是因为我，是因为咱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咱甲上帝有足些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一直即几礼拜来一直甲你讲起，你一定要把你的。过去的理性的东西，这个物件，我的想法，我的观念，我的生活，我的看见，我家己本身过去的习惯，拢会晓甲放下，把它致死掉，甲放弃掉。然后我足甘愿叫我活出一个什么？活出一个充满基督旁边的人。你若一直追求神的人，你会发现讲，你一直在改变，你一直在改变当中。这个改变就是你讲起我愈来甲上帝关系愈来愈安怎愈好。上帝一定定愈来愈大伫我诶生命中，上帝在赏赐你有足大诶恩膏，迄个恩膏是溃烂能力，恩膏就是能力，恩膏就是能力。我讲恩膏就是能力，他们膏抹你，一膏抹你了，你的身上就会发光。啊，你唱歌即个韩剧吼，足趣味啦吼。啊，因老爸当韩剧破病诶时阵，因老爸啊，带去看医生，伊肾脏，我足感谢上帝，韩剧诶肾脏是加咱加能力。你想，咱普通拢两粒嘛吼，伊内面有三粒，啊三粒那加两粒，因为伊一粒胃出来，搁藏两粒入面安尼啦，所以内面即嘛有三粒，安尼有奇妙哦。伊肾脏还去，因老爸都一直拜访名医，为南部一直带到台北去拜访，拜访了无效，然后伊就人家讲的去拜访神医，神医的牧师即款的啦，你哈。啊！就开始去找啊，真侪牧师，遐牧师甲有一讲，一个牧师甲介绍讲，你可能要去找一个林献平。安尼啦，伊讲林献平，伊讲，哎，其实佮毋是阮同学嘛。安尼啦，我就带韩吉的爸爸就带伊来个马克楼看我，伊看到我还是讲献平啊，从麻将桌变成神医，你现在是不是神棍？我第句话甲讲者，啊，足奇怪，你感觉足艰苦，我都第一届几啊十冬无见面嘛，啊，第一届就安尼。见面啊，你加工这个位，啊，我看到伊是欢喜一个，你敢知啥啦？因为伊欠我十六万，为少年的时加借十六万，人拢无闲，我找这人找无，终于主动的逃亡。哦，你是偌兴奋，你敢知影吼？啊，你好，聊天了一下，知我伊生活无好，我报销呀，然后我就报销了。韩吉看到我的时候，怎啊倒了，就倒了，我才知道那叫什么，叫做恩膏。过去台南市有一间餐厅叫做木棉道，木棉道哦，国语有啥标准？木棉道，这木棉道这个兄弟呢，头家有一天呢，打电话讲，哎，牧师，你的牧师，我讲是，阮全餐厅的人二十外个，规间决定拢要信耶稣。我讲听真的欢喜无？我讲啊，你伫对，我伫马可楼，伫木棉道无往个所在，我住在马可楼上面，一直来啊。来时吼，我就甲因介绍耶稣。我发现遐囡仔有足大个捆绑，有足大个惧怕，有足大个无安全感。啊，所以当我伫甲因讲耶稣的时候，因一日一日怎倒伫涂骹。啊，听我头先讲是啥物？这是恩膏之荣耀。这个物件不是上帝赐予我，是赐予我们每一个人。你跟神有那种亲密的关系，你只要愿意的把你的里面的旧照，你里面的旧思想、旧看见、旧观念，把它剔除掉之后，你会发现到。当你读圣经，你要相信上帝所讲每一句话时，上帝就安那将迄个恩膏膏抹你，他就把恩膏膏你。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一种能力，神的话就是一种能力，他会进到你里面，让你里面发光，让你里面发光。所以我要鼓励咱吼，咱迄个跟上帝迄个亲密的关系，是相信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。搁一项，你相信上帝全能的上帝以外，你爱怎样讲你是上帝的囝，确信这件事。等耶稣救咱了了后吼，咱就是上帝的囝，我们跟耶稣同做后事。你看啊，罗马书第八章的所在，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的地方，你读看麦好来，那来，哦，已经要变台湾话吼，哦来，
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农就害怕；所受的呢，就是儿子的心。因此，我们呼叫阿爸父。过来呀，走了，再来。圣灵与我们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走去，再来，来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世，就是神的后世，和基督同做后世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你都能看十五节了，来看十五节来。咱所受的不是萝卜的心，永远惊吓。咱所受的心，那是什么？惊你的心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呼叫我们的上帝叫做什么？阿爸父。那叫一个阿爸父，一起咱阿爸，一起咱阿爸，他一定会爱我们。我们是来承受产业的，我跟公子讲，我们是来承受产业的。你必须要相信，你必须把这种信心抓住，说神啊，我是要来承受产业的，我是来承受属灵的产业，也承受地上产业的，我必然怎样丰盛。你必须把这种信心抓住，你必须把这种信心抓住。我最近读约翰福音书的已经，耶稣有一次跟伊学生、跟伊妈妈去参加一个宴席，那个宴席呢，酒饮料了。酒喝完了，那么耶稣的老母就跟耶稣说酒饮料了。耶稣该回答说什么？说妇人人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干，好像拒绝他。总是耶稣的老母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他知道我做老母会跟他说了，一定怎样，他会去做所以那老母就跟佣人 说他如果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。结果耶稣跟佣人说，你去舀水，把门口的六个缸把水舀满了，你知道吗？摇满之后呢，耶稣就改下罪变成什么？变成酒。我当下神好像拒绝了我们，可是你要终究知道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一定会答应你的祷告，答应你的祷告。所以你是想要跟上帝讲，上帝，我跟你有亲密的关系，我跟你是合一的，我跟你是合一的。耶稣在这世间的时，常常的讲起，我的上帝来对，上帝的我来对。神在我的里面，我在神的里面。他常常讲说，神爱我，我爱怎样，我也爱神，把这种亲密的关系讲到最极点。我早间嘛是足厉害，伊最近拢转个住伫台湾，像我姑甲讲，爸，我吼伫即个转去美国了，我要去一个所在，北加州有一个叫做 Reading， 一个 Vessel， 一个叫做 Vessel， 而且个所在呢去上天国文化的课程。啊，讲我感觉上个足好个哈。伊讲啊，我其他爱租厝吼，倒不如我来买厝。你想听着买厝，我就卡到安那，就弄落去咯。啊，听后呢，伊甲我讲爸，啊，你唔知会通甲我斗三工，互我有投资款无？安尼吼，啊，我就甲问讲啊，投资款爱偌济？伊讲一间厝差不多25万，投资款才5万。我卡到安那，就弄落咯。你知吼？啊，你好，我就甲讲好好，安尼好好，我想看卖咧，然后你知吼？我想看卖。讲爸，你到底是要想偌久啦？我讲我祷告看看。伊讲你祷告偌久？你知吼？你知做老板足困难咧，然后你知吼？这礼拜佮我讲，爸，你安尼无好我吼，我心内足袂平安咧。你将钱拢放喺度，上帝啊，拢无放，拢无好我开。安尼啦，吼，伊啊，忽然间你使奶就从安尼使奶啦，一直使奶。啊，你讲伊跟你讲了吼？你会发现到啊，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。你想好，他啊已经花了那么多钱，你还在继续怎样？你足疼伊嘛？干么事呢？你知嘛？我感觉做囝做查囝要给老爸骗钱是上容易的。那我感觉，所以我感觉讲你是上帝的囝嘛，你跟上帝你有亲密的关系，真实亲密的关系，上帝都安那会好听嘛？你干么想过这款的，想过这款的问题？所以我真忙，你了解吼，或者圣灵的大能是一种亲密的关系，唔是你吼，足爱讲话上帝讲话啦吼。我发现足侪查甫囡仔足爱甲伊个情人说话嘛吼，为着要建立亲密关系。我囡仔读册时，你读高中个时候，弄个去买情书大全嘛吼，我来写俾我哋俾约个女朋友嘛。你是我冬天的太阳，什么夏天的冰淇淋，那啊夏天的啊冬天的棉被啊是啊。冬天的棉被，夏天的冷气机。啊，你好，假期都唔办我回了，从来没有人有一封信是回来的。你干嘛讲今日做成遐的姊妹？实际上是嘴甲上帝有一个足亲密的关系，总是内心无，因为你无信的话，你更是说了很多的话。神啊，我很爱你，啊，上帝都要听嘛，我爱你，我将一切拢靠你。主啊，你是我生命的主，你是我一切。啊，我爱了你啊，很会赞美神嘛，很会荣耀神啊。上帝跟你说，一切都是假的。
Okay? 你敢有感觉足济丈夫，伊若发生代志了，倒来处理拢足乖，有无？我超爱你啦，抱抱啦，有无？你有吼？安尼忽然间安尼，伊若忽然间安尼，你定爱注意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跟你有亲密的关系，忽然之跟你很亲密的时候，你就要害怕。姊妹听得懂吗？你那个时候要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说是不是真的？我就在想说，那个亲密的关系是每天我跟神有个安静的关系，我真的是在神的话上面跟他有非常好的灵交，我就相信神的话，他就是真的，他完全是真的，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是真的。等我相信一起亲那时，我就跟神怎样合一，我也跟上帝那有足好的关系了。所以啊，一个人要有能力，要一个人要有能力，那个关系袂使无，佮讲你袂使不能跟他合一。所以你看耶稣吼，来到这个世间吼，来到这个世间，你看耶稣伊讲得到医治就怎样，医治罪赦免就怎样，就赦免了。伊讲叫海燕停，海燕得啦都停，有没有？他有没有那个权柄？那个权柄是出自于伊讲伊是上帝的子嘛，他是神的儿女，他跟神那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我们必须要抓住这种密切的关系。你个看吼啊，上帝的的爱人吼，你唔好一直想你过去啦。卖想过你我误会我拉伤我能这样啊过去吼我本汤啊，你不要常常这样想。你要当你信主那一天，你就是必须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我永远爱你，我就是把一切都摆在你的面前。然后呢，你要宣告说，我今天是新的，我是刚强的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丰富的。然后呢，我必须得到主最大的祝福。我这前礼拜有讲过，讲伊利亚。当旷旱的时阵，伊命令讲天三年六个月未落雨，结果无落雨。无落雨时间，伊就去走去一个寡妇的厝。迄个寡妇呢，就甲伊丽莎讲，甲伊丽亚讲，讲我剩一点点啊米粉，我剩一点点啊油，啊，我煮了后，甲我囝食了死就煞，死了就算了。那么呢，伊丽亚就跟他讲说：“你先给我一点什么，一个小饼，然后呢？”你在自己做你的饼、然后你会看到你那边的米粉跟油永远都不减少，都不减少、所以我提供我们这些所有经济不好的人，你应该知道这件事，你是上帝的子，你的米粉跟油永远怎么不减少，你的钱永远怎么不减少。你要先告诉神啊，我就是在里面永远不会减少。总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把少少的一部分，在你很贫穷的时候，把它摆在神的面前。你不要怕，你就把它摆在神的面前，神就会更大的祝福于你。你就不要怕，你知道吗？上帝足疼咱哈。我不敢讲过，我的几年前，十万年前，1997以前，1997以前，有一个长老跟我讲，林牧师，你的钱去到银行哈。无啥利息啦，啊，买土地吼，我看局势无啥外稳，也唔好买安尼。哦，伊就说服我，说服了后，甲讲哦，入去股市吼，至少一年12%，我真正12%是足济呢，所以我就去当阵交予一笔足大个钱安尼吼。伊讲吼，伊保证吼，啊，一当后吼，会12%还我呢啦。啊，结果呢，两当后还我的时，剩0.1%，剩100块，剩10块倒转来。2000万存200万倒转来，哦，我迄当阵哦，心内有够艰苦。我逐工拢跪伫上帝面头前，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赦免我，我就迄龙主吼，你知影？我甲上帝生来，我就迄龙主，钱甲你摕咧，啊，怎走去啊？迄个城市了，挥挥乱走。主啊，我即马吼存10%，一无所有。你啊，求你上帝，你帮助我，何况唔通食豆芽，像低价安尼啊？唔好伫世间做萝卜，我甲上帝生来啊！啊！甲上帝讲神啊，恢复我的荣耀、啊，真的恢复我啊！我现在基本都没去美国读册，我真的很惧怕，我真的很需要你哈！甲、啊、上帝使来啊！啊！了吼，哦，我三年了无久，迄、那个长老甲你太太找我讲，牧师，我人着肝癌呢，是不是？甲你做代志做得无好，上帝嫌烦呢？你知道？我讲唔是啦，上帝爱安息。我讲在想，讲伊爱休困哈。伊讲暗到死下呢。你看，啊，唔是这些，我唔是安尼意思，是伊爱休困，唔好去操作这些。他天天杀进杀出，我跟他讲说，黄一天，你敢知黄一天？伊姓黄啦吼，啊，黄一天就讲，黄一天就讲，今仔是会使，今仔买，明仔就买，还是会使买，下晡就买安尼，啊，足紧就安那，
钱足紧就扬威嘛，干那遐税金那遐手续费就拢啊都扬威啊嘛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我就开始认罪。啊，我讲你要认罪，伊讲这是我的职业，我怎么能够认罪呢？很奇怪，过三年他就告别，我就为他举办一个告别礼拜。啊，一定要要离开时间，牧师，你替我祈祷，我有一天会记得上帝。而且我不敢讲这样代志，是讲你不要怕。无论你过去是怎样，有损失多少，你的生命有多龌龊，甚至你呢，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的婚姻很不满，无法度满意，啊，你就得困觉。我希望着你就跪下来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我必须清除过去所有一切的罪孽，我必须回到你的面前，你就爱我，你求你深深的爱着我，我愿意把一切都摆在你面前。”所以基督徒等你们领受神的丰盛的时候，领受他啊丰盛的基业，领受他大很大的能力的时候，我再鼓励各位，你跟神一定要什么亲密的关系。我再说一次，要什么亲密的关系？这种亲密的关系是在安静的当中，每天跟神同在，然后享受他，而且每时每刻你的意念都必须要在神的里面。我都每天我都聊到讲生活，就是讲心灵外来的，所以我做每件代志，我想每件代志。啊！我行每一路，拢甲上帝讲：“上帝，你拢伫我的内面，你就在我的里面，你真的就在我的里面。”安尼，我不会去超越这个东西。啊，总是看到我常伫认罪的，我无法度面对的就是我爱开车，我最近也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上帝讲：“上帝，我现在开车在室内绝对不会超过60。”啊，不是60，是50啦，哈。啊！你敢知上帝同我试炼啊？昨去参加苏丁队个别礼拜了后，回来腰杆不多，腰杆吼，人叫咱去食饭，咱佫唔敢去食，安怎呢？因为餐厅食落吼，都爱足久的时间呐，都忽然间爱足久的时间，所以都我无去食饭，啊，我就开始找餐厅。伊迄边啊，我呀，我糖尿病啊，会戆嘛？你知吼？啊，开车拢会安尼，电台人去，你知吼？哦，啊，我嘛是想嘛足遵守规矩，安尼开伫南门路。忽然间呢，一台车呢，砸在我头前，撞我砸的。他们到了，一直给他骂三字经安尼吼。好、哦，迄个时阵你敢知影？我偌喜乐，你敢知影？后面基督徒都有一种被虐待狂嘛，然后就是被他骂了以后，我就很喜乐，还想呢啊，原来呢，我开始要开慢车的时候，有人开始出来在挑战我了。我如果开快车，都无人会安那。不然讲咩？因为我开伤慢啦，所以后边迄个人挡袂掉。啊，南门路吼，迄路足矮嘛，你吼。啊，我是一扎在头前的时，他们驾来装啊扎的，一直阿咩一直嘛。你开啊慢车，你开啊！哟，你嘛。哦，主啊，赞美你！终于我开慢车，有人会骂我了。你看这有多喜乐的一件事！我就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我开始合乎你的旨意。”魔鬼撒旦受不了了。我是这样想，你知道？我就很快乐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你再想一想。你跟谁有亲密关系的时候，你会跟他骂吗？那一般人他们都来对我吼，啊，无你变喏，对不对吼？我后边够高尔夫球杆。你看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报纸一登的时候，就不是完了吗？天主教会的一个牧师，原来是个野蛮人，哦，我的天，完了。所以我觉得每时每刻，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是我出自于神；你在消费的时候，是我出自于神；你在开车的时候出自于神；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你是否跟神有亲密的关系？说神啊，我这个做的这个事是为你而做。你这样一想的时候，那个荣耀就会越来越大。你不要抛弃了你跟神之间的那一种关系。所以我鼓励各位，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建立起来，你跟神一定要合一的。再来，你跟神的关系是顺服的，顺服真的很难。顺服很困难啦，顺服上帝很困难。中年吼讲的话，我拢定记得掉。有时阵是我的门徒，总是定甲伊咧讲的话，我拢记得掉。伊甲讲太太若好，全家拢安那，拢好嘛吼。啊，所以太太若讲是，你就要说什么？是太太说不是，你就要怎样？不是嘛？安尼咁对嘛吼？大概嘛是拢安尼嘛吼。连我嘛是安尼啊。我嘛是，阮太太讲安那，我就拢安那。啊，好了，上就是甲讲这个月你要给我10万哦！我说好，我知道。啊，你钱什么时候给我？我说我在祷告中。
伊讲，阿你又去加工，哎，十万是不够的，啊，不变啦。伊加工，我想啦，伊讲还有生活费啊，还有那个去的时候到以色列的费用，这个还要花钱嘛。我在的，我在的。你看，讲完以后，他就很高兴。你说啊，原来神就这么祝福你，那么神就恩待你，你越老实还是越爱我？很痛苦。你知道那种爱真的是，你就说好嘛，不然他你说不好也是很难过。你说你必须要说什么，就说好啊，你我就后悔嘛。你看要不要顺服你的太太有没有很难？弟兄们，有困难吗？无困难的请举手。啊，你顺服丈夫有没有很难？真的很难，那彼此顺服就很难了。人话的都这世间要彼此顺服的就难了、啊，就好。何况那边顺服兄弟。我真的顺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我最近一直要求咱教会一下转接的堂工，七点半就要到会幕去祷告。打开面来，因面拢足歹看，无一个讲哦，真欢喜要来祈祷。大家人我就，再解读一下暗叮当。我讲可以，你们可以开始祷告吗？我讲，那是我无考，因拢无爱祈祷安尼啦。啊，祷告足困难，我就发现到，我、哦、请他们来祷告，应该听到祷告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对不对？祷告是不是一个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？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很难啊。最近呢、啊，压迫到最后比较顺服一点，这么来啊，你得看球啊，知道那种祷告真的很重要。为什么？看到里面那个文创中心里面的主堂，从前面看到后面看不到人啊，你爱祈祷哦。你要不要祷告？你讲，比如讲，哎，跟他五六百人，你这边看不着人，跟他看到天使，这是一种很恐怖的事。所以呢，我觉得顺服是个很难的事。我们先看顺服，信实，你跟神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要神的大能在你里面，那个亲密关系是在信实的信心，就是讲你跟人讲的话拢爱啥呐？实在，你跟上帝讲的话拢爱哪？拢爱走。哇，这个真的很难呢、啊。我常也会跟神黄牛。但是我会黄牛之后，我在想啊，我唔对，我该上台黄牛，我一定爱那补满这种黄牛。咱教会的去文创啊，所以我就有足侪音响的器材拢爱卖掉。我就甲上台讲啊，上台啊，这里卖掉红的落地，这卖掉红的落地，这啊红的卖掉红的落地，是嘛？卖掉红的落地安尼啊啊！有一间我伫按手的时候呢，搁一个物件伫涂骹，我嘛按在地下按手说神啊，这个卖了以后我奉献给你这样。哎，兄弟，做出你不该讲要奉献嘛？你都别使个计较啊！你知道，跟神讲这种话就不能计较。所以去年呢、啊，啊，我是在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啊，忽然间我两个迄、那个就是这个吹后边迄条吧哈，哦迄条，嗨，那是无声啊，小歌切切切切切切，啊，我得该按手说神啊，求你医治释放这个 driver 啊，给祈祷他后去。转好去，我就跟上帝讲，上帝，这两日卖掉红的落地。过早一礼拜，一人伫台北打电话，我讲牧师，你敢有迄两粒？我讲有啊。啊，你要卖偌济？伊讲40万。我讲40万，伊讲你给他送起来好唔好？我真正甲在意呢。我知个台北一定40万现金无我。你敢知？等下迄个几路的中间，你阿无话挣扎？我跟上帝讲，上帝开车爱时间，是我爱加班。啊，嘛爱一寡，好啊，一寡口味香，你哈，我甲上帝讲这啦，讲这啊，讲啊，我就唔知变来，唔知变来，唔知变哪啦吼。啊，等下个处理情况就啊，这么挣扎，你知道？但这个人就是拢会反悔，这个物件吼，这个物件拢会让咱一直想世间呐。上帝，该使两万块啊！我真的很挣扎，挣扎到最后呢，还是怎样？啊，甲上帝讲的就是安尼，就是这样。今年又有一次，在过年时，过年前一个兄弟打电话给我，牧师，你要有一个东西，叫做型号叫做87，我说有啊。他说你还没买掉，我没啊。他说你给他载了，有谁人没买哦？我说我这样，我跟四姐两个坑坑，我一那四姐看的把握是肌肉是全身骨都是很强的，他一次人提着70-70公斤拿起来，他讲你拿那一台，我就拿到皮皮穿了，这样有重吗？我跟上帝讲，上帝啊，这台卖掉拢你个，安尼，有空开啊，有做空开，啊，就是为着要卖掉嘛，啊，跟上帝讲，过年了，迄个兄弟打电话给我讲，哎，牧师，这人要甲一台要甲你卖，安尼啦，安尼吼，啊，迄人，迄个王先生就接电话，啊，牧师，你是要卖偌济啦？
我讲我要卖五万五。恁团队人遐爱钱，你敢是团队人？你哪遐爱钱啊？我讲现在你敢讲这個，你阿袂安尼伤贵啦，较俗一点嘛。讲阿无五万啦。啊，你爱这钱要创啥？我讲我要去文创，足需要钱。哦，安尼啊，还是要奉献的嘛？我讲是啊，你教会账号给我。我是要创，我直接汇入去账号啊，卡俾你提开呀。哇，你敢知影了哦？我感觉这个人比我较厉害啦，吼，比我较厉害。伊讲讲后礼拜叫我汇教会的账号，他直接汇五万美金啦。入去账号，安尼，后边后礼拜要汇入。我讲哦，安尼哦，啊，这中间哦，我当忽然间。有足大诶，即款诶挣扎，挣扎是啥呢？人甲咱卖迄个人，咱互commission嘛，你知吼？啊，甲咱修理迄个人，咱买互修理费嘛，啊，你知吼？我甲上帝，我上帝敢会使靠遮起来？commission爱五万代票，啊，修理费嘛至少爱搁互五万，啊，这十万即万要付，上帝敢是你爱付？上帝拢无应我。我就发现到弟兄姊妹，你们发现到，当你跟神说的时候，神做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后悔。我就一直相信说，神，你给神的，神就会千百万倍的收种在你的家中。所以我觉得信实哦，跟神的说话的信实真的很重要，跟神所说的每一句话真的很重要。我你唔好跟上帝吼，凊彩我未讲啊，你要维持吼你的爱跟你的爱人的爱，说话要怎样？要很怎样，很现实。有时候你忘了，一定要去啊，去悔改，然后呢，去补满这个啊，这块的问题了哈。一寡困难呢，拢在咱内面，咱的人性常常很重，有时候会忘记。但是你爱跟上帝讲，上帝啊，让我成为你一个信实的百姓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很亲密的关系，我跟你之间是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所以你跟神越亲密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呢，神就会应许。啊，你看一个圣经节，你看一下圣经节。我看一个圣经节哈，来，请你看马太第七章，马太第七章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祈求，我就给你们；寻找就寻见；叩门就怎样，给你开门。你读一个叩门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；寻找就怎样，寻见；然后叩门就怎样，给你开门。那第过来呢？第高者来。第九节还有没有？来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还给他石头？过来，求鱼给他蛇？过来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善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那时候不好，总是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，这种关系建造的时候，你就是神的儿女，神就是会怎样应答你的祷告，那个亲密的关系不能没有，所以。你那是歹囝吼，等你甲你老爸悔改，你知道吼？啊，真的拥抱他，你知道抱着他，爱他，神，我相信你的父亲会非常爱你。我伫读册时阵，那我去新光亚这边，我23期役官，啊，我去还去这边，我老爸正拄着我，拢甲讲我了买啊囝，个家庭拢开了了啊，一世人拢唔捌买过物件好食安尼啦吼。我遐个拢足牛诶，我遐个拢会买迄、那个真济宵夜，阮老爸啦，所以我袂晓嘛，我就感觉阮老爸拢拄着我，就甲我念念，讲我拢无听伊安尼啦。啊，我去做兵的时候，我领到一个第一届的薪水900块，我就伫台中吼，我伫台中去台中太阳堂买太阳饼，我摕一个太阳饼，等下阮老爸时肯定，阮老爸那就甲伊讲，爸，我台中用我所赚的钱买太阳饼，互你食安尼啦。你敢知我老爸吼，从我老目屎啦，伊讲这了尾个囝开始也要买饼我吃。我那从那时以开始以后呢，我爸爸就非常爱我，讲甲我讲哦，阿平啊，你都爱像恁哥哥啊，你即摆会晓啊，吼，你爱更加听爸爸，爸爸你拍牌一世人都为着恁拍饼，啊，你拢无人想着爸爸。我迄时阵听即款话听拢袂落，你知吼？就讲甲老爸的关系无足亲密嘛吼。啊，当我年老的时吼，我嘛足唔忙讲，我囡仔吼有当时啊半暝要一个宵夜给我，我等足久拢还唔捌买来啦吼。啊，嘛就唔忙讲，伊啊摕个水果来送我，拢唔办，拢是我咧送伊安尼啦吼。直到今天，你说我写拍摄个时，伊讲你这了袂要紧吼，就是。啊！这个看到这个囡仔，够可爱可爱啊！这那种表达是表达，他的表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
而且我慢慢去了解，那个亲密的关系，有时候不是在乎物质，是在乎人那一种关系，那种关系说不出的奥秘的关系。有很多太太跟我们说，牧师，我嫁这个啦。我说，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嫁他吗？你嫁到什么？我很后悔。他说，很后悔，你头家爱着我，看他很爱我，爱着就好啊。他说，我都没满足，不知道怎么都感觉不甜美。我说，没你的心也甜美。他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发现那个有时候结完婚以后过得丰盛的生活，就是 缺少什么甜美亲密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把那个亲密的关系抓住，你会发现到神真的爱我们，而且天天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去赞美神，常常赞美他。你会看到不论你走到哪里，神的荣耀跟你同在，你要承受荣耀丰盛的恩典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必然承受丰富的产业。我再说一次，你必然承受丰富的产业，你必然承受神的大能在你生命当中。 Amen。 请韩吉我来唱一条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每当我在仰你至圣容面，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，在你荣耀光中，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。何等喜乐，当我进入你心意，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，在你荣耀光中，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。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我一生活着，唯要敬拜你。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为要敬拜你，好不好？一起来站起来，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每当我在仰你至圣容面，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，在你荣耀光中，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。何等喜乐，当我进入你心意，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，在你荣耀光中，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。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我一生活着，唯要敬拜你。我敬拜你。
敬拜你。我一生活着，为要敬拜你。我敬拜，我敬拜你。我们属乎你，我们心永远爱着你，我们深深的渴慕你，渴慕跟你建造一个美好的关系，好叫你的能力、你的恩典、你的产业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发现。神啊，也因着跟你美好的关系，很多神迹奇事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发生。神啊，祝福满满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现在要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，求你悦纳，也求你我们所奉献的有千百万倍的受众在我们的家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耶稣的名， Amen。 那今天请我们来奉献，你如果第一次来教会，请你不用挂意这个奉献。
天父，当阮奉献金钱你面头前的事，求你用你的信心欢喜来接纳。阮相信阮所奉献的，你不是敢那是打开天窗，命落你的福气在阮的家庭的内底。阮更加相信，阮所有的子女孙拢参悟伫这个奉献的内底。世世代代拢要领受你更加大的稳定甲祝福。阿伯来，咱的祝福临在伫以撒的身躯顶，以撒的祝福临在伫雅各的身躯顶。唔盲，阮的奉献临在伫阮的子孙的身躯顶。阮来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哎，今麦个即个个别人请安，愿主的平安，跟咱三个同在啊，请咱起立来唱最后一首诗歌。主啊，上帝，我心内好天公娘，你所创造。好天奇妙伟大，欢喜之心，听见大胆的微笑，眼光观念，将我有救世界，我心就挂，我落就祝兄弟，你真伟大。何天伟大，我心像花，何落叶祝兄弟，你真伟大。咱来大声喊话，七声哈利路亚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上帝主爱，圣神的感动，甲咱三个弟弟，为一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我心就挂，我落叫做上帝，你真伟大，何天伟大。请坐，咱别再来避讳。